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惭愧薛生，开记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内容如下。时间过得很快，对外30天的学习班结束了，寺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回首这30天的光阴，在人生的旅途中，仅仅是短暂的瞬间，而这其中的感动、欢笑与泪水的场面时常浮现眼前，犹如昨日一般。学习班的顺利开展，学员们的成长与收获，无不是得力于恩师、师父上人的谆谆教导、悲心恳切。老人一生的经验教诲，无不让后来莘莘学子走出的每一步都显得如此的心安与踏实。师恩浩荡，此生难以回报，老师永远是我们的靠山。只要老师在一天，学生就应当竭诚奉事一天。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最真实的供养便是老实、听话、真干、依教奉行，把老师的教诲真实地落实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利益更多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转凡成圣，此生都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次学习班的开展，对学生来讲是从未有过的一次经历。通过这30天的历练，坚定了学生的信愿，欲令世家正法久住于世，唯有办班教学，效仿诸佛刹土，今现在说法。庐江汤池的实验，潮州谢总的道德讲堂，无不证实这一个真实的道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是教得好的。虽然没有任何办班教学的经验，但是学生依然信心坚定，因为我们有尊敬的恩师、师父上人在前面带领着我们，天天给予我们最真实的教导。这次学习班听完一部师父上人宣讲的《无量寿经》，1994年宣讲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让学生对这条道路充满信心，此生跟紧恩师、师父上人的足迹，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弥陀圣号，坚定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视弥陀。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也给了我很深的体会，自我的认知是前进的开始。众生无边誓愿度，必须是以烦恼无尽誓愿断做基础，自利才能利他。我是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俗话讲，最难克服的敌人是自己。能认知自己的烦恼习气，并且战胜他的人，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示现放下我法二执，成为世间的圣人。认知自己是看破，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是放下。看破放下，就在那一念间。我好比是大海中小小的一个水泡，打破水泡，融入这片大海，你将拥有无尽的智慧、德能、相好、庄严。回想这30天的经历，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虽然面对自己的烦恼习气感到很吃力，但是即使突破一点点，都感到无比的欢喜。那是一场小小的胜战。学生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刚开始的时候，不敢主动地去承担工作。安排下来的工作，第一个念头升起来就是，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做不好这件事情。慢慢地尝试努力去做，其实这些负面的念头都是障碍自信光明彰显的层层枷锁。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错误的认知来源于对我的执着，于是产生的很多我执我见，动摇自己的信心，让自己的心量变得如此的狭小。不知道真正的我其实清净无染，能生万法。华严经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任何一个众生都拥有和佛陀一样的智慧德能和相好，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是佛。记得报道的当天，自己不敢主动的去接种，因为不擅长言语表达，担心说错话。但是师兄慈悲，给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接待，这不得不放下自己，尝试突破自我的限制，硬着头皮去和学员们接触交谈。其实学员的年龄大都是父母辈的，看到我们就像是自家的小孩一般，更多的是呵护和鼓励。回首这30天，确实如此。其中有两位年近六旬的长辈，从报道开始到课程结束，面对我们始终是微笑，这给学生莫大的鼓励和信心。无论是上台分享，还是平时的见面，看到他们内心的疑虑和拘束顿然消失，认识到人与人的交往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真诚、恭敬、谦卑。由衷的感恩这些长辈的视线，这30天为了突破自己，每天坚持凌晨和下午起床后，早早的来到广场，主动的去和学员们接触，领着大家回教室。每次走到这些长辈面前，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恭敬的心、谦卑的心。因为不擅长表达，只好不时微笑，这些长辈见到也都笑脸相迎。放下那个虚假的我，和大家融在一起，众生与我本来就是一体。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一切人、事、物，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见谁都高兴，心中始终只有一句佛号，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放心上。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以上是惭愧学生开记的学习体会，言语表达粗劣肤浅不妥当之处，恳请尊敬的恩师、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辅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60吉祥，久住世间，光寿无量。惭愧学生开记顶礼叩诚。开记师的报告虽然很简短，我们能看出他学习的诚意啊，以及他所得到的法喜。
学习的时间不长，啊，他们的班只有30天。那么30天听了一部《无量寿经》，这部经是过去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的，啊，我知道当时讲完这一套的光碟在中国就流通了，啊，初学很适合，啊，确实像他所说的，如果是专心听，啊，要具足老实听话正干，啊，确实对他对经宗会产生信心，啊，也能激发他的愿心，啊，认真念佛就好。啊，修复毕竟是一条长远的道路，啊，多长？84000法门，门门都要无量劫，啊，可是我们只需要学一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好就好在这里，啊，要怎么样通呢？得放下，啊，我早年修复，那时候刚刚接触不久，啊，有缘遇到张家大师，啊，第一天就叫我看破放下，就能入门。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啊，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说实在的，来佛寺的行宫老人他为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啊，他用什么方法？他们没有学习本，完全靠自己。啊，把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很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真老实，你看念了92年不拐弯，不拐弯不换题目啊，就这一个法门啊，啊，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以外，无论是善是恶，是燃是尽，全都放下了。全放下是什么境界？我们学无量寿经学了这么多年了，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我们没有放下，所以真实的受用啊，我们没有得到。
啊，这也是谚语所谓的看破容易放下难了。啊，其实张家大师说得好，你为什么没放下？没看破。不要以为你看破了，看破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这是我们往往疏忽掉了啊，要不是张家大师提醒，我也往往误会了，以为自己真看破了啊，老师给我一个标准，没放下的就是没看破，真正放下的肯定看破了，真正看破了肯定你放得下啊，看破是什么？这世界是假的，明明在面前怎么会是假的？你说哪一桩是假的？现在才搞明白了，才有这么个概念呢，不是真明白，有这么个概念，什么都是假的啊！尤其是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给我们一个粗显的概念，那就是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无一不是在2240兆分之1秒的频率当中啊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真的是了不可得，为什么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1秒钟，2240兆，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是诸法实相。啊，1秒钟，如果说我们这个假象，这个假象生活，1秒钟这个我啊，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生活？那么一次的我何其多也，哪有这个道理？啊，不但我是这样的，我之外所有万法无有一法不如是。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心能生万法。啊，生的万法怎么样？都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那我们现在延伸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幻象是相续相呢，还是相似相续相？我这样提出来，我相信同学能不能体会到，设法界一真庄严，设设法界包括六道啊，设法界上面是佛、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天、修罗、人、恶鬼、地狱、畜生，这是设法界啊，设法界包括六道，设法界是心现识变，
啊，诸佛的报土，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只有心性，没有识别。那么，只有心性没有识别，我们就晓得了，他是真的相续。啊，前面那个现象跟你后面现象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但是六道十法界就不行了。啊，十法界里面，阿赖耶变现的。啊，相，相是自性生的，能生，但是阿赖耶把它变了。啊，自性能生，阿赖耶能变，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那十法界里面的相，不是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所以我们说它叫相似相续相。啊，为什么？他们前面的相跟后面相真的不一样啊！阿赖是妄心，就是妄念啊，也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个心相是阿赖耶，自性里头没有心相，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自信里头没有大臣所说的真心理念，真心没有念头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有念头，有念头才说即念即相是也。啊，没有念头了，没有相，也没有识，知道吗？专识成智，成智没有识，所以真心里头没有识。啊，真心里头有智，这个智是真心里头本有的，就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南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智慧德相。那它不是生灭法，所以它不是相续，它是真的，叫一真法界。啊，这个真跟妄的定义，就是真的永恒不变，妄的是刹那在变异，会变的是妄，不变的是真，就这个意思。啊，那不变是真的，只有十八土是真的。啊，十报土里的人虽然无量寿，容貌没有改变啊，都是自性显示出究竟圆满的德相啊，是自性显的德相，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在观经上看到的，实在大乘上常说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啊，观经里面比较讲的细一点啊，他不是说无量，他是说身有八万四千相，
实在讲，八万四千不是数字，就是代表无量。啊，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出现。啊，八万四千诸佛刹土，在这个里头看到诸佛菩萨在讲经说法，啊，就是经上所说的经现在说法，啊，这一点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教学为先。啊，佛菩萨干什么？教学。除了教学还是教学，他没有别的事。啊，身心言教，起心动念是教学，言语是教学，身体动作都是教学。啊，三轮施教，三轮身口意。啊，这一点我们如果能体会到，我们也会产生欢喜，无比的欢喜。啊，诸佛如来他们的修行正果达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演出来的啊，表演出来的是什么？原来是教学。夫子没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边缘。夫子说：“学不倦，教不厌。”达到这个边缘啊，佛今现在说法讲经。啊，究竟圆满，我们从这体会啊，这个认知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给一切众生，十法界众生显示觉悟的样子，提醒他，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回归觉悟，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心里头痕迹都不着。高啊，就高在这里啊，这就是佛，这就是法身菩萨所以世间的落实，谁能体会？佛菩萨体会啊。方老师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有财富啊，不是五欲六尘的享受，不是啊，最高的享受是教学。中国人也有得天下英才而乐乐之，人生最大的快乐啊，大乘佛教里完全给我们显示出这个境界，这妙不可言啊。所以怎么能不教学呢？怎么能不开学习班呢？
学习班要长期，不能短期。啊，从短期得到好处了，把学习班的时间拉长。啊，真正入佛是境界的，大概是天天都不离开啊。啊，在哪里学习啊？在生活上学习，生活是学习班，工作是学习班，跟大众相处无不是学习班。啊，把经典里面的理论、理念、方法统统表演出来呀、啊！哎，你也看到别人在表演了、啊。啊，表演里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为什么呢？是法界嘛，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可是你要掌握到一个真相，真相是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然后如何从假的回归到真实，这就是大乘啊！不能回归还要有业报，染净善无有报啊！啊，回归到自信，没有业报了。啊，这个回归自信，很有一点像现在科学家讲的零极限。啊，他们认为一切万物从零极限流出来的，最后还归零极限，归零。那归零就没有了，就圆满了。那佛说是圆满，啊，佛就比临极限讲得好，啊，没有佛法说的那么圆满，啊，临极限是无有穷尽的，无量无边的，一切都无量，啊，就是阿弥陀佛所表的。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啊，一切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无量就是阿弥陀佛。用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来代表啊，世尊在弥陀经里面教导我们啊，那我们现在在六道还不能处理怎么办？认真努力学习，最好的榜样真的是海心老师，要学他，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只有阿弥陀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都是阿弥陀佛，就入境界。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惭愧学生开了法师，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我该拿什么奉献给您？我亲爱的妈妈，2015农历甲午年腊月初三，隆冬时节加持往生，享年75岁，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受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的慈命，学生匆匆赶回家中受母亲最后一程，回到家已是深夜，看到母亲在病榻上辗转挣扎，我心如刀绞，可是又不能哭泣，只是轻轻拉着母亲的手，
告诉他小儿子回来了，劝他老人家看破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五个多小时之后，妈妈很安详地长出一口气，撒手西去了。妈妈平时也念佛，但很少听经。到临往生前，妈妈已经不能讲话了，但妈妈的心里一定也在念佛。妈妈走了，不敢确定她老人家是否往生极乐世界了，但妈妈一定是往生善道了。妈妈往生后助念26个小时，她老人家生前非常敬仰周恩来总理。妈妈在遗嘱里写道，等到他往生之后，将遗体火化，像周总理一样，全都回归自然，撒在家乡的那一片沃土之上。妈妈走了，带去了我深深的遗憾和长长的怀念。自此以后，时空相隔，儿想娘时山高水长，娘想儿时一阵清风。从此当我面对千千万万的人喊一声妈时，再也没有人会答应了。当年妈妈生我之时是难产，学生是顺着妈妈的血河游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出生时身长不过几寸，体重不过7斤，大小二便不能自理，只会张着嘴哇哇大哭。父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成人，如今母亲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谆谆教诲萦绕耳畔。在我小时候，清晨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了。晚上我们都早早睡下了，偶尔一觉醒来，还能看到妈妈在灯光下为孩子们忙碌的身影。记得在学生5岁的时候，家里养了几只鸭子。有一次我去赶鸭子的时候，出于好玩，把邻居家的一只鸭子也赶回了自己家的鸭圈。妈妈知道后，把我叫过去，很严肃地对我说，别人家的鸭子就是金鸭子、银鸭子也不能要，你这种行为，说好听的是童真好奇，说不好听就是小偷的行为，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赶快叫二哥带着我把鸭子还给了邻居，这一幕影响了我的一生。大西北的冬天很冷，小时候一入冬，妈妈就会给家里的4个孩子每人做几双棉鞋，织一件毛衣。至今学生的行李箱里依然保存着一条妈妈在10几年前为我织的一条厚毛裤，如今睹物思人，感到这条毛裤是妈妈留给我的一份深长的母爱。而如今的我还没有报答母亲生养之恩于万一，母亲却已撒手西去，深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痛。我该如何报答您呢，我亲爱的妈妈？
当年佛陀在舍卫国祇树集孤独园，与大众在一起行走，看到路边有一堆枯骨，这时佛陀至诚恭敬地向这些枯骨五体投地地礼拜。阿难尊者见状，合掌请问佛陀，您为何要礼拜这堆枯骨呢？佛陀告诉阿难，这堆枯骨是我们多生的父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至诚顶礼跪拜。枯骨分作二堆，若是男骨，色白且重；若是女骨，色黑且轻。阿难尊者疑惑地问，为什么女骨是黑色且轻呢？世尊回答，世间女子要生儿育女，小孩一出生需用母乳喂养，孩子从小长大要喝下上百斤的母乳，乳由血变成，而血又是从骨头中渗出，所以女子身体憔悴，此时骨头变成黑色，重量也比较轻。阿难尊者及大众听到这些话，心如刀割，垂泪悲泣地问，世尊，母亲的恩德要如何报答呢？佛说，母亲有许多恩德是无以回报的，例如一，怀胎时百般照顾保护胎儿，任凭胎儿拳打脚踢，昼夜难眠；二，生产时生命交关，务必要先知道孩子平安，胜过自己所受极大剧烈苦痛；三，乃至命在为旦也不顾，为养育孩儿长大，不惜自己受饥受冻，一生奔波劳苦；四，孩子远行，慈母望子，倚门倚履，直到看见平安归来，才放下不安的心；五，遇逆境时，愿带孩子受苦，无限体恤爱怜，从小孩出生到自己两眼闭上，不能照顾了，这份爱能永无休止。佛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们累生累世的母亲正散居在恶道受苦。广论中有个比喻，在生死轮回之中，自己累世的母亲正处在极悲惨恐怖的境地，他们因无明障蔽而被烦恼魔扰乱，失去了正念，心事狂乱，两眼失明，又没有善知识引导，在轮回崎岖的山路上疯狂的一颠一跛，走向恶趣险崖。眼看母亲一步步跑向深渊，作为孩子能忍心做事不管吗？母亲若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救他，又能指望谁来救他呢？母当望子，子应继母，理所当然。如果子不救母，谁来救母？偶益大师23岁时所发的48大愿，前两愿就是报父母恩的大愿。第一愿，我本发心，上报慈父，中之奉生恩，愿三宝力，令我无始慈父，贤生净土，
树正菩提，令闻我名者，亦报父恩。第二愿，我本发心，上报悲母金大莲养育恩，愿三宝力令我无始悲母贤生净土，树正菩提，令闻我名者，亦报母恩。印光大师曰：成就亲往生，即是成就亲作佛。凡作佛者，必度无量无边众生。世间尽孝之事，尚有大于此乎？今生何其有幸，能够得遇净土，这亦当生成就殊胜的法门。莲池大师曰：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我该拿今生成佛来奉献给我亲爱的妈妈，并且自度度她，帮助累生累世的父母出离六道，往生成佛。学生这为人子之道才能圆满。以上是惭愧学生开了法师粗浅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藕益大师为我们表法，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但是今天父子的关系跟藕益大师那个时候不能比啊。藕益大师生在明朝末年，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是清朝，那个时代伦理道德是人人必须学习必须遵守的啊！人无理无法立足于社会，懂得孝亲尊师，现在没人教了，现在人不懂。你要叫他孝顺父母，我为什么要孝顺他？他来反问，还理直气壮。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父母不教了，教不了了，老师也不教了。学生不听，听得厌烦啊，不愿意上你的课了。所以父子之道没有了，师生之道也没有了，现在能够保持一个朋友啊就不错了啊。父母儿女像朋友一样，师生也是朋友，就很不错了。啊，这个在佛家里的所说的，今天世人与世人相处，
多半是怨憎会呀。啊，爱别离呀，怨憎会。非常的普遍。这一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指导的是错误的行为。怎么纠正？如果要不纠正，这世界没救啊！我们就晓得这个问题多么严重。谁来干？菩萨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舍己为人，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让大家慢慢觉悟，慢慢的感染到啊，像海清和尚、海贤和尚啊，海贤和尚的母亲那都是菩萨再来，不是菩萨做不到啊，菩萨聪明有智慧，只要有个好老师点一点他就行了。啊，他就能够一生一世永远遵守，做榜样给别人看。我们从永世界里面知道了，海贤老和尚的一生就是一句佛号，他就用这个方法，念佛这个方法，把八万四千法门全都融在一句佛号当中。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经啊，真叫专了，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就这句佛号。哎，就这个一，就这个专，他就得手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用这一门熏修了92年，啊，熏修到什么地位？至少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层次，怎么知道？你细心观察他日常生活所表现的，就明白了。他真到这个地位，真到这个地位，我们就会细心再去观察他怎么修成的啊，一定掌握三个原则，
真正做到老实听话正干，这才真做到。学习的态度真诚、恭敬、心地清净，他就能入啊。啊，所以我们从净宗修学的过去的一些事实真相啊，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在这些书里面我们看到啊，多半三年啊，地仙老和尚徒弟郭鲁江也是三年啊，三年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海鲜老和尚讲到讲过，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了。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来看你，来给你透信息啊，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告诉你，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啊，可是有一等人，他会感到跟阿弥陀佛见面很难，太难得了，有这个机会，决定要把握住，不肯放松。那么，要求阿弥陀佛，我还有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不答应的。为什么念佛三年就走了？道理在此地，这要知道啊！啊，他在这个世间受的苦日子，不想再受了，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啊，没有一桩事情不如愿的。啊，真的是心想事成。为什么受这苦难？去了。啊，那么还有一等人，聪明人。他不去。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我加紧用功，我提升境界。那就是极乐世界修行，啊，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为什么这条难成就啊？极乐世界太容易了。啊，难成就修成功可贵呀。啊，就在此地修。啊，修什么？修无界十善。六度十愿，就修这个。啊，修多久才能提升到四界性？我们相信也只要三五年的时间。啊，得到四界性的还有时间，再修，提升到离界性。这是无量劫难逢的缘分啊，不断向上提升啊，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我们三辈往生的上辈往生啊，功夫成片是下辈往生啊，得清净心啊，三乘菩萨终辈往生的平等心啊，上辈往生
明心见性的菩萨，大彻大悟了，就是经体上觉，他到觉这个程度了，啊，上辈往生，生死宝土啊，啊，不需要得佛加持，就是发生大事。啊，何况化身大士依然还得弥陀本愿加持，那就是他比一般化身大士要高一等。经中的书生无法陈述，真正叫不可思议，能够遇到大福德了，大因缘了，你能够信，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大智慧，闲公老和尚完全给我们表演出来了。我们要努力，这个缘分，缘分跟净土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啊！我们遇到今天太圆满了，遇到夏莲老给我们回集经，遇到黄念老给我们解经，遇到闲公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你都全遇到了，太难得了，你能掌握到哪有不往生啊？要学老和尚坚定的信心愿心，永远不改变啊，无论什么事情遇到困难了，就是一心念佛求阿弥陀佛，问题解决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的能量无比的强大，能转境界啊，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境是外面环境物质现象，随着我们念头转，最好的念头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他把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都在这佛号里头，无量界讲经教学的功德也在里头，啊，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包了。一个都没漏掉啊！啊，你无知还学这个学那个，浪费时间呢，分散精力。你要通通明白了这一句佛号，通通具足了。我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法门都在里头，这就对了。不要再惹麻烦了。啊，一直念下去。
啊，我认为贤公25岁左右得功夫成片，啊，离事业心不乱应该30岁前后，离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不会过40岁。他真的究竟圆满了啊，只是师父教给他了，明白了，明白就是证悟了。证悟之后怎么样？不能说，不能乱说啊，依旧表示表示表现没有智慧的样子给大家看啊，偶尔帮助人解决困难也现一点神通，不输啊，给人做个好榜样啊，有明眼人一看看穿了知道啊，知道也不说，他老人走了可以说啊，在世都不说啊，这种修行方法男女老少咸鱼不小，个个都能啊，都有份啊，为什么不干老和尚确实把一切众生都看作诸佛菩萨，把一切众生都看作父母师长，对一切众生尽孝，慈悲到极处啊，起心动念是为一切苦难众生，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这是我们要学的啊，历代这些祖师大德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在今天我们要想看榜样，看莲池大师，看偶业大师，看印光大师啊，看海贤老和尚够了，不要再搞多了，多了又杂了啊，这样就好啊。惭愧学生，开定法师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甲，当孝于佛，常念师恩，感恩佛菩萨的慈悲护佑，感恩恩师上人的谆谆回勉，感恩两位大家长的精心筹划，感恩师兄们齐心协力的付出与护持，为期一个月的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月以来，自己和师兄们每天早上在佛菩萨面前发愿，以师智为己智，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承传师父上人法脉，
祈求佛菩萨加持，此次学习班能圆满成功。每天晚上在佛菩萨面前忏悔自己一天身口意所造的一切恶业，将一切的付出回向给父母师长同参道友，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让学生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师父上人的教诲真实不虚，自己点滴的成长与进步都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及陪伴。感恩佛菩萨，感恩老祖宗，感恩师父上人，感恩两位大家长，感恩同参道友，感恩所有一切成就自己菩提道路的人事物。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云，如来已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兴于世，光阐道教，欲整全盟，会以真实之力，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持者与乐，悲者拔苦。诸佛如来出兴于世，大慈大悲之弘誓，愿常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尽未来际整际负荷，度尽众生方成正觉。大慈念老科注云：弥陀无尽大悲之圣愿，方便至极之大慈，利用难思之果德，繁盛其收，利顿俱披，下至十恶忤逆恶鬼畜生，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广披一切寒灵，普惠真实之力，大恩大德，大愿大力，度生大愿，微妙难思，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佛恩深重，得披众生，当以孝敬之心诚事奉行。今日幸逢夏老汇集之大经，念老汇集之集注，贤公真实之表法，恩师慈悲之教诲，大善知识之慈护，才使得葬身会前的学生知道脱离六道轮回才是真正的离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得究竟乐。真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信有阿弥陀佛，真信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愿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行同佛行，老实听话，依教奉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才是真实行孝，才是众报深恩。乙，当令世法久住不灭。恩师上人法语：安身立命，教学为先，创业齐家，教学为先，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礼义之邦，教学为先，稳定和谐，教学为先，国风民安，教学为先，太平盛世，教学为先，长治久安，教学为先，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信愿行，无一不是以教学为先。无量寿经云：佛所行处，国义秋聚，
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所行处，亦指佛所行旅之处，即所到之处，复兼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佛法流行之处，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则必感降吉祥，世界和平，万邦和睦，风调雨顺，无有灾疾。言武修文，尊崇道德，兴师仁政，推善于人，奉公守法，廉明公正，彼此相安，有无相通，和平共处，厚往薄来，愿世界臻于大同也。感恩师父上人不辞劳苦讲经弘法，言传身教56载。师父上人经教所到之处，亦即佛陀教育流行之所，悉令我等末法众生皆蒙上益。祈请师父上人法体安康，久住世间。通过为期1个月的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学生与学员们每天蒙受师父上人智慧慈悲的法语开示，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易行。儒家有云，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看到学员们的转变，更加坚定了学生对于佛法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学生对师父上人经教的信心。人心是可以教得好的，社会是可以教得好的，世界是可以教得好的，唯有圣贤教育才可以挽救世道人心，才能让世界同归于大同。祈愿自己能效法师父上人，此生交给佛菩萨安排，奉献给众生，一生走释迦如来的道路，以师智为己智，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承传师父上人法脉，当效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阿弥陀佛。以上是惭愧学生开定法师初浅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60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我们听了开定法师的心得报告，他参加这一次的学习班有相当程度的感悟啊，要真正发现
是佛慧命，希望你跟你的名字一样，名实相符啊，要真正定在这上才行。如果定力不够的话了，这个话恐怕就不能够圆满啊！真正定下来了，无事不办啊！事出世界法能不能有成就，完全看定功何如。真有定功，没有不开智慧的啊，就成就了。要像海贤老和尚那样的定功，你看92年不改变啊，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达到究竟圆满啊，证明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正确的啊。这一句话世间人很多人不相信啊，不学怎么可能你会，一定要学啊，要广学多闻啊，广学多闻定没有了，所学的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不容易解决问题，只有智慧，智慧是从定来的，从戒定回来的，戒能得定，定能开慧，这么来的啊。所以他的修学理念要专要一决定，是一门深入啊。讲到最简单的就一句佛号那就行，一句佛号也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也能像六祖慧能大师啊，没有别的，他们成就没别的，就是专就是一啊。所以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而且还加强语气，后头说真无难事啊，不是假的啊，专一什么难事都化解了啊。希望我们大家都重视啊，这个大乘的教学理念跟方法啊，戒定慧三学啊。要知道戒它起什么作用，帮助你得定，起这个作用啊。所以学戒要懂得门道啊，要不然给自己添麻烦了啊。什么添麻烦？自己也觉悟，心不定，戒就没有得受用。戒如果得受用，心是定的啊。根本的戒就是十善业，所有戒律离不开十善业道啊，不嗔不贪不痴就定了啊。如何能够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就能得定，就能帮助你不贪不嗔不痴啊。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心就定下来了，智慧就升起来了啊。把握到这个原则，不要去找枝枝叶叶，
啊，职业太多了，太繁琐了，根找到了，一下就找我。好，后面还有两位。惭愧学生开勋，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慈悲救拔，念念不舍。近段时间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对众生的那种爱护，最真实的爱护，感动学生的心，内心的惭愧油然而生，同时也激励着学生定要向佛菩萨、向阿弥陀佛靠近，心系佛心，愿如佛愿，行系佛行。回顾学佛的经历，越来越感觉佛菩萨的加持真实不虚，佛菩萨的照顾是时时刻刻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念念不舍苦难众生。自己学佛的因缘，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佛菩萨一步一步的引导，给我铺路，把我引上学佛的路。家中父母学佛是比较早的，自己十几岁时家人就学佛，跟家人生活耳濡目染，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小孩子好玩，根本对学佛不感兴趣，迷于五欲六尘的享受，不知道什么是真乐，盲目的生活。可能是父母学佛的关系，冥冥中有佛菩萨加持和父母每天给我回向的原因吧，对世间的生活看在眼中，内心里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好像人都是一样，生在这个世间就那么几件事儿：吃饭、睡觉、上学、工作、成家、养育后代到老死。又看到有钱的人活得很苦，没钱的人活得也很苦，拼命忙活了一辈子，过得还那么辛苦，何苦呢？就觉得太没意思了，所以自己就没有什么追求，没什么志愿，平平淡淡的，很茫然。逐渐在社会上受的习染越来越重，造的业也越来越重，真的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恶报逐渐在我的身体上显现出来。当身体出现一点状况的时候，自己就有警觉了，觉得不对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反省，就想到肯定是自己的恶习造成身体的不适，自己心里就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犯了。突然一个想法，我跪在佛像面前，跟佛菩萨说说，那时候也半信半疑的，还不好意思说出口，就心里面自己嘀咕嘀咕。结果没过两天，又忍不住恶习气，又犯了一次，自己心里也很自责。哎，刚跟佛菩萨说了不再犯了，结果又犯了，挺自责的。又给自己下了个狠心，以后再也不犯了，结果真就改过来了。改过来之后没多久，就感觉身体有好转，自己就逐渐有了信心了，也没想过是不是佛菩萨有在暗中帮忙。现在通过听经学习，回想起当时就有些明白了，当自己一念真心想回头向善的时候，那一念佛菩萨就知道了，就在冥冥中能加持得上我们，这只是改掉了其中一个恶习。后面慢慢的对师父上人的经教有了点兴趣，晚上自己一个人有空的时候，就在工作的小店里听师父上人宣讲的《太上感应篇》，逐渐对因果又有了一些浅显的了解，有了一点战战兢兢的感觉，
不敢再胡作妄为了，逐渐意识到人生应该怎么活。随后又接触到了蔡老师讲的《弟子规》，也是通过父母学习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应该不能光为自己想吧。学了之后也想在生活上试着去落实，对父母的态度转变了，知道要孝养父母了，生活中逐渐找到了什么才是真乐。记得有一次在搭公车的时候，公车上人比较多，超载了，还有很多人在站着，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学了弟子规了，公车上是一个很好落实的机会。看到身边有长辈在站着，就想给长辈让座，那是第一次给别人让座，刚开始真是不好意思，心里纠结了半天，才鼓起勇气站起身来，这位长辈您请坐。坐出来之后，心里莫名的感觉舒服。不远处有位老爷爷，看到后很欢喜，就在旁边赞叹我，嗯，年轻人真不错，应该这样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又问你是哪个村庄的，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啊？当时还不好意思回答，也不想留什么姓名。老爷爷这一赞叹，心里面觉得挺暖的，觉得人生应该这样吧，付出一点，收获一点，心里美滋滋的，以后慢慢就做习惯了。现在想起那个老爷爷，心里还是很感恩。真的好像佛菩萨一样，给我指明人生的方向。坐久了之后，突然有一次也是在公车上给人让座，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念头，难道我只能做这么点事儿吗？好像心里有了那么一点抱负，想干点什么。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受益者，但是对传统文化了解并不深。看到很多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身边都有很多发心的义工跟老师学习，自己也萌生了一个念头，想找个地方去学习一下。回想起来真的感觉挺奇怪的，我这个念头一生就跟家父讲了，我不想再工作了，想去学习传统文化。父亲很支持，马上跟他的佛友联系，很顺利就到一位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那里去学习了。本来是抱着学习的心去的，应该有老师教我吧，结果一去到那里，有几个小朋友在那里学习，几个年龄跟我相仿的义工，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有专门负责带小朋友的老师，小朋友一见到我，个个管我叫老师，心里想，我是来当学生的，怎么一下成了老师了？心里这个纠结，又不敢吭声，特别怕见生人，不敢随便说话。一出门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不会照顾人，不知道要主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人家交代的事也做不好，笨手笨脚，心里那个惭愧啊。最让我惭愧的就是那些小朋友。小朋友很有礼貌，早上一起来还知道主动把被子叠好，叠得方方正正，我都不会叠。还有个小朋友来问我，老师您不会叠被子吗？我惭愧的不得了，说我不会啊，还要小朋友来教我，更惭愧了。在那里待了六天，压抑了六天，带着惭愧回到家，还是不甘心，自己不知道怎么学，又挺想学的，实在没地方的话，自己就在家里自学算了。父亲这就又帮我联系，还是那位佛友，想起那位佛友，真的心里满是感恩。
他在网路上看到深圳有个地方开办三更班，介绍给我，于是在网上就报了名，顺利被录取了，紧锣密鼓的就来到道场。这一待就是四个年头，回想起来，这一步步走过来，真的是佛菩萨冥冥中给安排的，也应验了一句话，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在道场这几年，通过学习，自己慢慢的成长，佛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照顾着我们，磨练我们，成就我们。现在也有那么点意识了，原来身边的人都是佛菩萨，都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善知识，要好好感恩，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成就自己，帮助众生。阿弥陀佛。以上是惭愧学生开勋粗浅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惭愧学生开勋顶礼敬诚。开勋法师给我们的信息，那就是真正发心学习啊，离大誓愿决定得到佛力加持啊，确实像他所说的啊，我们现在深深感觉到，不但有佛菩萨加持，还有祖宗保佑啊，这不是迷信，这是事实啊，只要我们精进不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自己要充满信心啊，这是很好的榜样。下面这位惭愧学生开诚法师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学习班的收获，甲，勇于承担，为众生服务。此次学习班已经结束了，这是道场第一次对外办班，学生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办班活动，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自己正在朝着本师释迦牟尼佛义务教学的道路前进着，深深地感到终身学释迦佛，走释迦路。这句话不再空洞，因为我在为这个事业付出努力，这是我们大士格，也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共同的事业，是以实际行动为佛法证明。佛教是佛陀教育，寺院是学校。活动的前期，学生负责学员的后勤服务工作，最初只是打扫一下房间，后来发现大家的床铺有些凌乱，细心的观察，这是因为房间有些拥挤，没有放置的衣物的柜子，所以大家的睡衣没有地方放，学生就把多余的床拆走，放置了一个柜子给大家放衣服。学员们都很配合，将自己的衣服放进去了，整个疗房整洁了很多。后来发现大家的行李箱没有东西盖，30天后大家的行李箱会落上灰尘，就想找一块布把它盖上，于是学生就去找布，虽然找到了，但是布
不够大，需要把它缝起来。找到了一位会缝纫机的师兄，学生请他帮忙缝一下，但他也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于是学生想起了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的教诲，什么都要会，要勇于担当，多为大众服务，不会的就要向人请教。师父上人什么都会，你们不是要继承师志，学习师父上人吗？于是学生就向这位师兄请教如何采缝纫机。第一天学的时候，心里有点着急，踩得有些快，掌握不好就很容易倒针，把缝纫机的线都搞乱了。后来慢慢的踩，找到了一点感觉，缝纫机的旋转有一定的规律，要顺着它的节拍，就不会倒针了。拿着肺部条练了一段时间，自己就开始缝。首先量好需要的尺寸，然后在布上画出来，开始剪裁。剪啊剪，小心翼翼地把两米长的布剪好了。拿起来一看，还是波浪形的。正好这位师兄过来了，学生就向他请教，怎样才能把布剪直。他告诉我要抽丝，从来没听说过，赶忙就问他怎么抽，请他做示范。把布剪一个口，然后从布中抽出一条线来，沿着这个痕迹去剪就很直了。当时很欢喜，因为学生体会到了向人请教的可贵，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这要让我自己想，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个方法来。难怪法藏比丘要历经五劫，遍参一切佛国。剪完之后开始缝，起初缝的七扭八歪，缝到第三块布的时候才比较直。海贤和尚说，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意思是要学习学会照顾人，要多付出，多为众生修福报。师父上人说，没有福报不能弘法利生。有一次馆长分享他初学佛的时候做光盘，在那个年代大陆的法宝很少，很难得到，他就买了很多的刻录机，放在地板上不停地刻盘，自己很少休息，常常都是累了就睡在了地板上，供养很多大陆的道场。学生感受到了馆长那一颗真诚为众服务的心，忘却了自己，学生一定牢记馆长的教诲，勇于承担。乙，一定要谦卑做人，低调做事。最近上印下信法师经常通过一些实例教诲我们，一定要学会谦卑低调，这才认识到了谦卑的重要性。往往一些人的失败都是因为为人处事不够谦卑低调。个人的成败是小事，但是我们身为佛子，身为师父上人的弟子，将来要弘传正法，那就不是小事。
我们的言行不够谦卑低调，很有可能会给正法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说话处事要看场合，要看周围的环境。在当今社会要谨小慎微，这才明白了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印信法师与馆长在言谈之中就透露出了这种观机的能力，让学生敬佩不已。那是放下个人名闻利养后显现出来的真实智慧，放下一分，智慧就透露一分；放下十分，智慧就透露十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丙，举头三尺有神明，要信佛。通过两位大家长的教诲，也让学生感受到了举头三尺有神明。过去意识之中对护法神很模糊，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帮助自己，也没想过自己做得不好他们会惩罚自己。别人提及护法神，自己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可以说对护法神比较麻木吧。从前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与支持，自己的心才比较安，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现在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名闻利养的心在作祟。别人的认可是假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真的。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帮我，护法神也会帮，佛菩萨绝对不会舍弃我。心行正不正，佛菩萨、护法神都在看着呢。所以现在对佛菩萨的信心增加了很多，心也安了很多，同时自己也应该提高警觉性。心行不正，佛菩萨原谅我们，但护法神会修理我们。学生在为学员们做后勤服务的时候，发现大家刚来的一个星期都不会叠被子，疗房不够整洁，就想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大家能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之中呢？想到要用照相的方法，让他们看一看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不好的地方，自己还拍了几张照片。可是心想，上面的领导也没有这样的安排，照相也是白照了，就没有继续做下去。学生只是有这样一念心，没有想到后来负责此次活动的师兄真的安排学生为学习班的学员拍内务照片，并让学生负责给大家解说哪些地方可以保持，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第一天学生准备了一些做得好的照片和需要改进的照片，可是没有想到做得好的照片才说的几张，时间就到了，结果做得不好的照片就没有说，反而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做内务。第一天拍照时感觉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几个内务的优点，心里还在打鼓，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优点可以拍。
没有想到从第二天之后，大家的进步越来越大，后来他们的优点太多太多了，说都说不完，照片也看不完。早晨洗漱后，用过的洗手间擦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连坐便器都非常的干净，水桶上面都用盆子盖起来。一个疗房是多个人，能做到洗漱间像是没有人用过一样。他们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学生的内心，学生感觉到这绝对是佛菩萨的加持，一切的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的，真是预料不到的。首先是负责人的安排，然后是阴差阳错的只说了学员们的优点，无形之中调动了学员们的积极性，他们那种超乎寻常的积极性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坚定了学生对佛菩萨的信心，坚定了学生对师父上人教诲的信心。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而且是很好教的。在此期间，学生没有说他们不好的地方，都是鼓励。从第一天，在30多位学员之中，只找到了一个被子叠得好的，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叠得非常好，这是引恶扬善的力量，这是榜样的力量。一个人做得好了，就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带动团体的氛围，这也是师父上人教诲的力量。这些学员们真的是菩萨，他们生动地将师父上人的教诲，将佛法与传统文化的魅力给学生表演出来了。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感恩师父上人的教诲，感恩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举办此次活动，感恩师兄们一个月的付出及陪伴，感恩学员们的配合与表演。活动中有一次自己的毛病习气发作，给师兄们带来了紧张的气氛，对不起，我一定要努力忏悔，把自己的毛病习气磨平。以上是惭愧学生开诚法师初浅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好，我们听了开诚法师的报告，正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很难得。总的来说，学习班有必要多办，确实对同学有好处，而且还能够帮助一些初入佛门的人增长信心，建立愿心，所以利益很多，平常教学讲经如何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学习班
就是个好办法，好方法。这个方法值得推广，啊，能够启发很多同学。那另外呢，澳洲净宗学院悟权法师，他有问题，今天时间到了，我希望全师把他写出来的就传给我们，啊，下一堂课我们再互相学习，啊，好，大家过年好啊。